什么？我觉得手机版都能去记账啊，都能去记账啊，都能去记账啊！上来教训你！我看你是看不起我尊卑心。又一个想活的。对，我可以脱衣服啊。干嘛脱衣服啊？小热，干嘛脱衣服啊？不要脱衣服就比较猛啊，还有点同伞的感觉。拜。欢迎收看电玩展示会，这款很可以，我是汉克，我是嘟嘟。哇，嘟嘟，我们这个节目终于又回来了，期待很久哎。没错，去年因为一整年都在疫情的关系啦，所以我们真的不太方便出门。当然今天我们出来呢，当然就是要做我们的电玩实测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在这是台北西门地方，桃园中立啦，我们还是有在慢慢往南移，好不好？去造福其他的粉丝啦。那今天来到这里的我们要干嘛？我们今天到底是要来干嘛的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等下路上一起讲吧。好，好，好。嘟嘟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？什么奇怪又很奇怪？对，这句话其实已经变成我们整个节目的宗旨了，有没有？那其实就是你有没有发现 PC 玩家其实都蛮讨厌手游玩家，然后手游玩家反而都很讨厌 PC 玩家。好像是，我之前有看什么 PC 玩家什么看不起手游玩家，对，他们都说手游玩家都在擦玻璃，有没有？那其实最近有一个很特别的游戏出现，叫做《激斗峡谷》。有。对，这个出现之后，反而 PC 玩家真的都去擦玻璃了，有没有？好像是。但我其实就想，因为这个游戏出现，去做一个小小的访问，问他们说，哎，现在的玩家对于 PC 比较向往，还是对于手游还是比较喜欢的？所以今天的任务一样，就是要来找我们的粉丝啊。那一样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啊。对，有订阅的就可以跟我们 PK 送点数。没错，大家应该很熟悉这种玩法。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嘟嘟了。是我打？当然是你打、啊。我的话就是出来送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要让所有观众知道我们嘟嘟其实玩激斗峡谷也很厉害。可是我也不会放水啊。没错，没关系。那今天就来看看找不找得到我们的粉丝喽。没错，我们这次来到中立，要突袭挑战的游戏就是最近刚上的《激斗峡谷》。到底第一位受访者是不是就直接是我们要找的目标呢？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嗨，同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怎么称呼？叫我许义正就可以了。许义正，义正吗？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平常有在玩 PC 的 MOBA 游戏或者是手机的 MOBA 游戏吗？有啊。你都玩什么？英雄联盟。英雄联盟是 PC 版的吗？ PC 版， PC 版。那请问一下，你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是玩手机的比较多还是电脑比较多？手机的。手机的。对的。那你有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好像 PC 版的玩家都看不起手游版的玩家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手机版都能去记账啊。你真的不需要帮你打个马赛克吗？同学们，同学们会看到。你刚才直接骂你同学们智障哎。不用打，不用打。这么自信哦。还是打一下好了。那麻烦帮他打一下马赛克。就是好像 PC 版的玩家都看不起手游版的玩家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手机版都能去记账啊。你骂你同学是智障。对啊，手机版它这么难操控，看超难操控的。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就是呢，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电玩宅速配频道？没有。好吧，那拜拜，谢谢，再联络。Hello 同学，我想请问一下怎么称呼？阿孔。阿孔同学是不是？嗯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在玩手机版的 MOBA 游戏或者是 PC 版的 MOBA 游戏嘞？都有。那你身边朋友 PC 玩比较多还是手机的比较多？应该是手机吧。手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大家比较多的是手机啊。所以你是怎么玩？你家里有没有电脑？你自己家里是没有啦。那你怎么玩 PC 的？对啊，你都在哪里玩？都在学校的电竞教室。学校有电竞教室？所以你是电竞队的吗？对啊。你是哪一所学校的？高蜀三公。真想请问一下这位同学，你有没有在收看我们电玩宅速配的频道呢？没有哎。什么？对，我本来想说，如果你有的话，我要跟你 PK 一下，然后可以把我们4000点的点数给送给你耶。好，没关系啊，还是可以订阅一下我们。对啦，这次回去可以赶快订阅一下哦。谢谢，谢谢阿孔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在专访了两位同学之后，我们花了好大半的时间都找不到有玩游戏的受访者。不过就在我们即将打包收工之际，接下来遇到的这位似乎就有点厉害喽。哎，嘟嘟， hey. 我找到一个，他说有看过我们节目，来，确定怎么称呼？我叫小胖。小胖，你有订阅我们电玩宅速配频道吗？我们直接切正题啦。你有没有带手机？有，手机拿来检查一下。来检查一下有没有订阅。对呀、啊，不要在那边唬。
有，哎、欸，他没有订阅，那你给镜头看一下，镜头看一下，不然我不行，这样不行，对不对？这样不行，我有订阅，谢谢，拜拜，不送，不行。你这样我们没办法跟刚刚那几个都对啊，直接轰走了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这有订阅，可是对我上次有看到你节目啊，就是那个好，你说你有看过我什么？那个激素里面那一只，对不对？好像真的有看过。不是不是，我这个问题是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他其实就是我有订阅，按下去口算，对对对，我小铃铛都有开启。好了，没关系，你现在按下次还有机会啦，不用。对啊。机会一定要趁现在把握的，趁现在把握。不然你想一个解决办法。好、啊，不然这样好，我想一下。就你现在给我按订阅，我按订阅。你现在给我按订阅，然后你去学校帮我拉十个人来订阅。十个人，好，真的吗 ？OK， 确定。这样我只给你1000。哦，不然这样不公平。没关系，有总比没有好。好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 PK 什么？你应该有在旁边听。机动峡谷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嘟嘟来教训他，好不好？我来教训你。我看你是看不起我，除非你太好。又一个想活的，好好好，没关系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什么，竹北小国栋，好，看他嘟嘟怎么教训他。中路单挑啊，一杀决胜负，怎么样？来啊，没在怕的啦。一杀。好，国栋可以。哎、欸，对，我可以脱衣服啊。干嘛脱衣服啊？小热，干嘛脱衣服啊？有红标问题不行。没有脱衣服就比较猛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国栋是玩瑞斯的。对，瑞斯啊，瑞斯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国栋粉呢、欸，铁粉。哦，钢铁冻粉，不要拖时间哦，赶快来收拾吧。If you'd like to play with me, you better be sure. 哦，哎，我被挂了。哎，你挂笑。不给挂。不是不是，哎，我有点头闪的感觉。拜。我不小心的，大意了，没有，没有办法，只有一次机会啦，不好意思啊，同学，要不要改名了？小国栋还有什么怨言吗？没有怨言，没有怨言。刚刚不是讲话很大声吗？没有，那个闪现啊，闪现。好啦，没有关系，那记得还是要订阅我们频道啊，还有你说的十个同学哦。OK。有来了，欸、很可怕，我找到一个粉丝、欸。这是不是来骗订阅的吧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你是真的是粉丝吗？怎么称呼？我叫旭文。旭文吗？对。等下，这不是看那个阿孔吗？你们是同学。哎，该不会是刚刚访问完的路上你才订阅的吧？不要骗我。是啊，我很久以前就订阅。很久以前就订阅，真的。手机拿出来先检查一下，真的有哎。走，给镜头看一下。没有骗，没有骗。所以你也是方属电竞队的吧？对。啊，所以他应该蛮厉害。那你在想干嘛？应该是要 PK 激斗峡谷吧？对， PK 激斗峡谷。那依照往例啦，我跟粉丝 PK 我都是会放水，但嘟嘟是不会。那你想跟我还是跟我们嘟嘟打？那当然是不会放水啦。哎、欸，太没志气了吧？欸、我觉得毫不犹豫。好啦，没关系啊，真的找到我们的粉丝，我们就是要真的送点数。如果他赢了的话，就送给他。对，就送给他。好，我们就来直接来实测看看喽。来，你想要怎么让？不用让没关系。真的不用让吗？真的。好了，不然这样好了，你挑角色，我跟你选一样的。那就结吧。结吗？对，好，我没有玩过，没关系，听你的就玩结吧，我直接拉梗，直接拉梗，一杀决胜负、哦。好的。哇，会扭。完了。哎呀，好像被削到了，太妙。我先上二了，小事，小事吗？看一下这个操作。啊，我现在大优哎，没关系，让你一下，真的。哎，我怎么一个失误？不要浪，不能浪哦，不行，不行，你来不及回家了。啊，我可以去吃果子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会不会烫死啊？耶！为什么？哎，我真的没让哎、欸，可是我就莫名其妙就直接去了。好了，没关系，我是开心的。好的，经过一天来到中立街坊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找到一位粉丝。然后依照约定，我们玩书的这个节目的代价就是要给他4000点。来，嘟嘟，好，这4000点都给你了。依照约定，谢谢了。希望你继续支持我们节目。那节目最后面呢，也是要谢谢这位方书电竞队的同学。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见了。那我们再跟镜头说声再见，拜拜。
好的，经过一整天来到中立街放肆的，对，没错，天都黑了。那这次虽然是来到中立的，说不定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新竹、中南部的朋友高雄，没错。现在中南部的朋友们，记得在右下方按个订阅，好不好？如果下次遇到你没有订阅，就会跟一开始那个人一样。对啊，很可惜耶，很可惜啊。那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希望在节目之后呢，能跟你见面喽。那我们这款和可以，这次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